终于开口说话了，我操，今天谁？祖宗都没开口说话，太刺激了，听不到，为什么？那就只要是门开五只帘子，啪两下，也就这样。后劲。문열리고가면커튼열리고두사람이이렇게나와서이쪽으로后门，直走后门，全部撤了是吧？对，前后撤了，先去看一下那边。先二六，先招了。可以了吗？必须走后门。好像是那啥。都得五年。常规，常规的传统，特别传统，特别舍不得的那种。是吗？是吗？把最后一瓶茅台带回来，没有。我操！这个青花瓷瓶都是屋里就不光线。现在两个悄悄的出来就从那走过去，这挺好的。张德言，走到去那靠边，能靠靠。来，或者B机可以躲在那个，也害他们走过来，对吧？这个。B cam 거기문뒤에숨어가지고。是你要的两个机器，到现在还没怎么用过。真的是这样的话，这一份呢，不能死，真的，捡的。来，把这一片都恢复一下，来这一片。好嘞。来这边，把你公司的拿过来，怎么样？啊？没有啊。谁还能喝得到？反正有月光嘛，我不用打手电吗？不用，那个手电亮光不行。我手里拿着吧。拿着可以，拿着可以。拿着不开。地上反光吗？今天怎么样？好，开。回来。出。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出门的时候吧，这个气儿再绷一绷，紧张一点，毕竟还偷偷摸干事。然后到那门那块的话呢，就是这个谁，这个他在那边的门等着。然后谁沐月是不是从那个棚里面拿工具啊，拿什么的这种，或者小孩帮着拿工具啊，然后怎么着的？哎，就那个，啊，对啊，就这种地方有，哎。拿个工具拿什么的，对啊。开始，出。
咔，好，回来再来啊，再调整一下。来，回来。那个就是他们出来之后，那个谁，祖峰下了台阶出来还有点懵啊，还有点懵，看他媳妇儿啊，走。这时候走的话呢，这走就开始就可以急，稍微急一点的，走走走走那种的，啊，那种调整这个节奏，啊，走到那，哎，等会儿，啊，拿个锹什么这种，就是三个节奏出来以后。等着他出来后，三人还两人还有点蒙叉叉啊，走这一走咔，都是孟月的主意是吧？也不是，你们肯定是商量好了，那就哎商量好了卖了去，但真到了晚上真出来的时候，我操，这真干这事呢还是好，真要说走啊，真要说要走，那么小步履的稍微的急不呼呼到那，哎等一会儿，哎拿个锹再出去，就急不叉叉的嘛。不行不行，卧土不行，来再来，卧土跟得太慢了。好，这条非常好，就是然后我换一种方法，牛乐。我们开镜的时候就让那个沃土就站在门口看着里面，然后是那个木月一掀门帘一说，哟，怎么看着孩子怎么早早的候在那儿了？然后其他不变，刚才你那个下来拉他，把他拉回去，然后这边啊，这都特好啊，这种变化都特好。牛乐，你知道了哈。他，我第一番我觉得得让他走，让他进去。你看到一愣，看到一愣，当场这边还得开门，这是掀帘子啊，还得掀帘子，就是老掀帘子。我知道，但是逻辑上是不对的。我先看他，我肯定哎，不是，你回头我肯定是先这样，我不能看到他，我再掀帘子，就可能有点不太对。你一看他一愣，你先一愣，打磕巴了，灯一响，你老婆在后面等着，你还得要掀他帘子。那我就得有意识掀帘子的时候，我来就把握吧。行，你能去，这儿，不行，对不起，我有点那个风度了。不是我笑，不是我笑。没事，不是你错，不是你是妈妈的错。
开始。出。范秋，快快睡觉，快！你不能去，我有死。你不要死！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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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，去，都去，快走。谢谢大家收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打赢了啊！